主席，陳茂波嗱，今日而家講減陳茂波嘅人工啊，唔係講搞歐在家，歐在家已經死咗啦喺個官場嗰度。當我話呢個歐在家係狗官，即係話咧係唔稱職嘅官，做咗好耐狗官啊嘛，狗在官場嘅官。或者是好像狗不知道。陳茂波局長即刻出來說，說我說歐在佳是狗官是不對。你想想，一個局長不是督促自己的下屬去就一個監察政府的機關立法會 召開的聯席的，即是發展這個發展事務委員會同埋呢個運房局嘅聯合委員會去調查一個廣為人知、廣為人關注嘅特首涉嫌僭建地骨，有冇善後？如何善後？到底點解開頭唔查，到後尾好後先查？查咁耐，一個咁資深嘅公務員，竟然間可以話我唔會話俾你聽，係一個個人嘅事。我當時已經指出了，他可能是個人，但是這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人，是一人之上萬官之下萬人之下 的人。所以如果立法會是真的是要去查他的時候，所有的官都要記住，就是說要是你預先告訴立法會這個人是不能查的，所以我們是不會查，那我們就不開會咯。咁到我哋開咗會之後，你上到嚟就係話：喂，我唔就個案係披露。第二就係話，我攞唔到嗰個事主嘅同意，係唔可以講。喂，咁你即係老實講，係即刮呢個立法會一巴啫嘛。所以一個問責局長喺佢嘅下屬已經嚴重失職嘅時候出嚟回護佢，你諗下喺發展局底下。所有的處長會不會做嘢呢？所以建築署咪唔使做嘢囉，係咪？呢一個下一個可能我講嘅就係、是、呢、這個郵輪碼頭咪由佢囉，係咪？漏水咪由佢囉，因為有局長出嚟頂㗎嘛。所以如果你縱容一個局長，即係縱容一個鼠王，鼠王分喺乜度啊？即係隻鼠王，隻鼠王係咁大隻嘅，是咪？我哋係貓，我哋嘅貓得咁細隻，咁如果你隻貓去問責就喂，你琴日又嚟偷我哋主人啲嘢食喎，嗰個鼠王咪行出嚟囉，就喂唔使驚，我頂住呢隻貓一定會俾我咬死嘅。好簡單，喺呢、這個我正話而家指出嗰個例係眾所周知嘅例，我再講一次，喺 YouTube 睇到嘅五分鐘已經有20多萬擊㗎啦，係全部大家睇到嘅。好啦，所以就係話，如果今日我哋唔去就呢個陳茂波，我哋唔好計佢嗰啲涉嫌貪污，只係計佢喺個本職上面作為一個局長去監察自己嘅下屬嘅方面都係非常之失職嘅。其實當日發生咁嘅事，答案只有兩個。第一個就係、是、一周瑜打黃蓋，呢、這、一個陳茂波係周瑜，呢、這個歐在家係黃蓋。自己打，唔好意思啊，佢一時失職啫，你唔可以鬧佢。嗱，主席喺呢點上面咧，我覺得陳茂波淨喺呢一點上面咧，就應該係減人工㗎啦。